also.一個3mm的厚度，即係鐵製片厚度，大家睇到5mm、3mm，常規規格就咁樣啦。機身都會有註明嘅，可以裝翻個。唔得，我嗰邊有一個。你知道黃金嗎？你知道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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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
再掉落去咧就冇切絲噶啦。真係一條絲啊！哇！呢個好，呢個好，呢個快，兩個都切啦。呢年就考得一條絲。切完面坐住入去照嗰阵，切丝牙果。好嘅，好嘅就。好，这个五公里吧。好冷的。这个形态是什么？幺幺八零。幺幺八零。再到这里是丝来的。你要求你做咩？你点解？我唔知道，要按自己整文昆皮啊！